Hello， 大家好，又来队长喽！来，打开来看一看，这次要对的是什么嘞？这次要对的是金彩539啦，一样，有买的六期啦，不相信不会中啦，对不对？上次一样买的连在一起的，这个是一样，不是重播哦，是新的哦。级别是285的，一直到级别290的，一共买了六期，来，一张、两张、三张、四张、五张、六张，马上来对奖啦，来。放大一点点，这样子，再大一点，好，来对，用这个噔噔噔，队长小帮手呼叫队长小帮手，点下去，来，马上来对，第一注，哇，没中奖，来，乌龟一只，再来，继续扫描，第二注。来来来，往上滑，往上滑，哎呀，也还是没中奖啊！再一只大乌龟，没关系，再来，继续扫描，第三注又没中奖，哇塞，已经连12加上这个，已经连15杠了、啊，金彩539连15杠了，没关系，后面还有三张，好，继续来对，彩券往上滑。又没中啊！啊，16龟了。来，还有两张，不要再告诉我17龟了啦！拜托拜托，赶快中奖啊！539中个50块也不错啦。啊，17龟要破纪录了啦！哎，怎么会这样子？来，继续扫描。来，加油加油！哇塞，真的是太夸张了！如果这样算起来，已经。金彩539连18杠了，18龟了啦，不是乌拉龟，是18龟了啦，哇塞，又杠估了，真是的，539，这六张又通通没中奖了啦，哎、欸，奇怪呢、欸，之前他偶尔还会中个50块，中个两个号码，现在怎么两个号码都没中？好，最后做个总结吧，这次花了新台币300元，买了六张的金彩539，通通都做公益啦，所以就做了300块的公益。谢谢大家观赏，再见喽，拜拜。